是阿丹。然后我们今天来到了新竹烟波大饭店。那因为呢，阿丹的姐姐要带小朋友来这边玩，所以我们也一起跟来啦。刚好是阿丹爸爸的生日，所以就一起来这边过生日。那来到这边呢，真的是有非常多小孩子玩的设施，而且它这边腹地非常大。这边就算小孩子也不怕，因为它大部分的设施都是在室内。而且大人来也不会无聊哦，因为旁边呢就有一个青草，可以租个脚踏车顺便环湖一圈。那就让我们一起去看看吧。这次来住的就是新竹烟波的历史馆，停车的话就是停在他们的第二停车场这边，直接从这里走进去。那现在两点，可是他们四点才能入馆，可是他就先给我们一张 QR code 的券，就是可以先用他们这边的设施。四点真的好晚哦。对啊。哦，我还第一次住到我饭店是四点 check in 的哦。真的真的蛮晚的。真的好多小朋友啊，又是一间亲子饭店。今天是阿丹爸爸的生日，所以我们要是家族旅行。对，阿妈，然后还有阿丹的姐姐、爸爸妈妈，然后还有小朋友，所以才会选这边。哇，你看真的都是小朋友哎！而且我刚刚在停车的时候就发现，每一台车上面都有那个小朋友 ，kids in car 或者是 baby in cars。我在网上看到他玩的都是像球池啊什么的，而且他们好像很多小朋友玩的东西都是在室内，所以我们这次就算下雨天在室内也是可以玩，就也还好。嗯，对。我们现在在这个香榭馆，那因为离 check in 的时间还有一段距离，所以我们等一下就走这边，然后在这边就可以到这个青草湖去边走走。已经要开始追小孩了吗？好可怕！你看，上次在水族馆就是这样一直跑一直跑，我就这样跟着他一直追。这里超多洞的。嗯，对啊。怎么那么多洞啊？他这边有三个馆还是四个馆吧？但 Ella 好像不用来住饭店，去那个公园玩溜滑梯、荡秋千就可以了。好像是。现在在烟波的旁边的青草湖这里，然后我们本来想说来这里走走逛逛，结果青草湖的旁边在整修，所以旁边都是栅栏。这里感觉之后整修起来会很漂亮啊。对。舒服的环湖步道。然后它旁边有 U-bike， 所以也可以骑 U-bike。而且在这边周围啊，就非常多的餐厅，然后还有像是卖冰店的啊，卖豆花，还有卖香肠的。你有印象你来过吗？你好像没有印象的样子哦。我爸爸穿假的。高配嘴暖。改了猴子。哦，高哦。我阿公哦。你用香蕉背给我吃。哦。阿公用香蕉背给狗吃，啊狗未爽，给伊改配嘴暖。这就是一家人出门的画面啊！天哪，好可怕的画面啊！来，我们家一家四口哎，天哪！喂，二宝吗？就把他们交给你们了，拜！不要再跑了，我求求你！哎，那你闻到什么味道？闻到咖喱菜。咖喱菜真的好香哦！真的好香，一抓走过来就马上闻到香肠的味道。虽然我们也要吃。青草湖香肠在 Google Map 上面看就有这些。哎，那边还有可以玩那个弹珠台哎。我这边有玩具。阿爸30分多两条。哦，拍看麦啊！来，阿爸拍看麦。哦，你的很香哎、欸，其实很香哎、欸，高丽菜是不是？吃的津津有味。嗯。好了，喝掉了。好不好？对，所以用200块的振兴券就可以了。这里真的超多人，每一间都是带小孩来的。没错。来到这里啊，记得也是要先提早预订婴儿床、跟消毒锅，还有婴儿的备用品。真的好多小孩。消毒锅，他说所以我们没有预订到的，就是可以二楼去用二楼的共用的。这根本就是亲子饭店啊，所有都是一家人来啊，你看全部都是这种婴儿用品啊。嗯，我们来错了吗？你们这两个礼拜都是在走这种亲子饭店。对啊，这个是
我们在这间。你有钥匙吗？对。我去看一下他们的好玩的地方不在这里，好玩的地方不是这里啦。欸，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房间。好，我们先看一下房间。我们一进来房间就有一个放行李的置物空间，然后有拖鞋。我们订这间四人房，所以有四个拖鞋。它吹风机是跟这个放在一起。嗯，有趣。欸，也是小只的。啊，也是偏凉松。它这里就是冰箱了。冰箱。哦。有附四种饮料，对，然后还有一些备品。厕所就是简单的，厕所很大间啊。我觉得虽然它这个饭店是不是已经有一个年纪了，但是它算是蛮漂亮的，保养的还蛮好的。对啊，它维持得很好。备品是什么呢？哦，欸，它这里有小孩的东西耶。对啊，因为我们有跟他们说过我们有小孩，但是没有说我们有婴儿，所以他就有附一些小孩的东西。哎，那我们的行李到了。好，谢谢。那我们这一次订的呢是四人房，那它就是两个大床，对，大床。那这有一排沙发，嗯，这也就是一个整个大空间，没有客厅还是什么的。但我觉得这空间蛮大的，很舒服哎。你要睡哪一个？这个。好哦。然后我们今天订的这一晚呢，扣掉了振兴券是8200一个晚上。嗯，假日四人房，这个饭店这个价钱我觉得还可以。那这周刚好是阿丹爸爸的生日，所以我们就来得布置一下这个房间。这对我爸来说会不会太粉？太粉了。你说是谁生日？阿公。那你要跟阿公说什么？阿公祝你生日快乐。那要怎么样？平安健康乖巧。然后他们这边每个不同的时间啊，每个时段都会有他们的亲子活动。然后要另外参加的话，就是要再跟柜台报名，然后还有他的费用这样。然后他们刚才报名的这个动物 cosplay 的实境秀，那每一组亲子呢是380块钱，摆 pose。哎，那我们不是要去参观一下，看他们那个 spa 水疗池在哪里吗？对，我们去看一下，然后这样阿妈就可以不用走太远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呢就是要去他们的游泳池啊、水疗池那边，那就是从他们大厅旁边的这个门进来，从这大厅旁边的门这边出来。出来之后呢，这边就有个电梯，透明电梯下 B1。哇，好亲子啊！这已经有活动了，已经看着路神的小孩。那个健身房泳池，然后会有一个小小朋友玩的桥彩虹游戏室。哎，这里里面进去超多东西玩的，但是这里人家都说很适合小朋友玩。然后他这里的服务生也都是很哥哥姐姐。对，我只会想到说，这里全部都是动身悠悠台哥哥姐姐来这边做服务生。好热情哦，嗯，名牌卡都是别致的。而且我刚才发现那个服务生他已经介绍到很累了，然后再介绍到另外一个新的之后，然后又再嗨一下。他们男人怎么保持这种热情啊？刚刚那其中一个姐姐说：“嗨，我觉得我女儿高音叫，非常爱买。”欸，你看 Elsa 游泳圈的，赶快带她离开，好危险。这里有一些大人的设施，像是健身房啊，我们等一下可以。然后还有水疗池。嗯，你看这健身房都没有人，就是我们等一下可以都没有。然后这有三温暖啦，男生这边有三温暖，女生在那边。这里就是有一些球池啊，也有滑梯啊，小朋友的设施。然后左边这里就是游泳池。啊，游泳池室内的啊，所以我们原本就想说，如果下雨天的话，就可以来这边游泳。游泳池看起来就是一定要戴帽子。哇，Melody，你有看到那个吗？小朋友的游泳池哎，那个其中那个游泳池超适合小朋友玩的，好多好好玩的东西哦，有没有？天哪！对，然后这里是球池吧？我以为这里是汤姆熊啊。这里是球池的区。这里，你就加油啦！好，我们要进去。哎，好多雪球！这里就有在玩机车的地方、骑车的地方，真的骑这个电动的车子。它这里有免费网路，连进来都不用密码。然后告诉各位爸爸，如果说来这边不想要带小孩的话，你是可以故意不穿袜子哦。傻眼。我刚才去问啊，他说游泳池呢是不用预约的，那直接下来这边登记就好。那目前的三温暖是没有开放，但 SPA 池是有开放的 ，SPA 池有温水，还有小朋友玩的汽水池也是温水。哦，好。现在在青草湖边，刚从那个烟波饭店前面的 U bike
借台脚踏车来这边骑，趁现在天气好的时候来骑。我买了三个看起来好像很好吃的蛋糕，好，晚上来帮爸爸过生日，也是在旁边726咖啡。这咖啡店感觉很可爱。对啊，是间漂亮。他这边现在要进去内用的话，要等到7点半了。哦，晚餐时间，因为我们订都订不到餐厅，这里的每间餐厅全部都客满，然后要等非常久，所以呢，我们就吃泡面跟 Uber Eats 叫卤味外送。刚好小阿姨有带泡面来，耶！对呀，对呀。住饭店配泡面真的很对味耶，还有卤味嘞，还有啤酒。嗯，好。以前住饭店的时候，都会想要在饭店里面吃泡面。作弊的小孩，作弊要吃面。阿公主，加油加油！好厉害啊！加油加油！今天的营养真的好厉害啊！还会用小补救哎！就只有你输了。祝你生日快乐！二姐，赶快坐过去啊！我祝你生日。还没许愿就吹蜡烛，祝大家身体健康，好，耶，谢谢平安健康。早安，早安，我们现在要走去吃早餐的路上。嗯，他早餐呢是在隔壁栋。然后他们已经一早起来就已经可以吃了，听说早上还有小朋友的活动，我们现在要去宴会厅那边吃早，然后会从过这个外面，今天刚好下雨，我们就拿他们这边的雨伞。谢谢，里面有位置的两位。好，那我们里面请。谢谢，很狂吧？宴会厅。哎，那楼上跟这里也是一样吗？一样啊，吃的东西都是一样的。场地不一样的，就是太多人了，所以才会弄到宴会厅。是，住满了车啊，他去玩，他吃饱了，所以就这样跑掉了。嗯，他去玩游泳池的人。对，然后买了一个新泳圈，旧泳圈不要了。要买新东西找他妈就对了。他这边早餐啊，就是有这种中式的稀饭啊，配菜啊，然后吃面包也有，然后一些热食的肉啊菜啊这样子。然后刚才小阿姨有说那个小笼包很好吃，然后那边还有那个喜瑞尔你可以吃。不是什么很 fancy 的那种，嗯，可能就是很适合的小朋友。对哦，我一般看这个小松饼，然后等一下那个薯饼，都是给小朋友吃的啊，小热狗，然后喜瑞，然后还有海苔。我刚刚打开这个仙草食蔬，还超多，然后那个鸡块几乎很少，几乎没了。我刚才发现，在9:54没有的小笼汤包，现在还有在补充哎，赞，推一个。好，那吃完早餐之后呢，我们要来游泳。好了，我们现在来游泳池了，然后这里也是要规定要戴泳帽哦。嗯，那这边呢，就是有分这种长泳区，然后还有那个 SPA 的，有那个很多冲的设施，阿嬷喜欢的那一种。对，它是热的，然后那边还有一个小朋友玩的区域，那边感觉很有趣。我们刚问了服务人员，他说可以来参观。那你看它这个房型超大的，它这里还有室内就有玩的空间。哇，这室内就有玩的，好厉害哦！对啊，我
溜滑梯什么的。哇，小朋友就在这边玩就可以了。来说说看，我们这一次住起来感觉怎么样啊？好不好玩？来了，好玩吗？很多小朋友玩的，把小朋友放在这里就对了。而且我觉得他的床很好睡，阿嬷也觉得这家的床好睡，床很软。嗯，床没有很软，我觉得算是软硬适中的。那上一家我觉得有点太软。很好玩。很适合带小朋友来，我觉得应该可以再多住个两个晚上。下次可以来住那个一楼的。对，我想要睡有那个亲子，就里面有没有滑梯的那种，因为大人也可以玩，因为它有一些游泳池啊，设施都很好。嗯，好，那我们的影片就到这边。希望下一次呢，还有机会去其他间烟波玩。好，拜拜。